好，第五题这一边，他说 PQ， 他的 coordinate 是这个，还有我们找 equation of PQ， so， gradient of PQ 是12减2 over 5减减3 12减2 10 5减减3 8，所以它这一个是5/4，所以它在这一边它的 gradient 是5/4，它经过52吧， OK， 好，所以这样的话我就 y 减12等于5/4x 减5，所以它是5/4 x 减25/4加12， OK， 所以48减20，所以它是5/4 x 加23/4， OK， 好。B 的部分它要的是 perpendicular bisector。Perpendicular bisector 它会经过它的 midpoint， midpoint 是减3加5除2，然后12加2除2，所以它 midpoint 呢是1/7，然后我的 gradient 是 negative 1/5/4，是减4/5，所以 y 减7等于减4/5 x 减1，所以我的 y 等于减4/5 x 加4/5加7，所以 y 等于减4/5 x 加这一个935 39/5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我喜欢写成 gradient form 啦，然后可是他给的答案都是general form， 因为 general form 比较省位置，可是 gradient form 我们能够知道 gradient 是多少， y intercept 是多少，我比较喜欢这一个， OK， 其实我要的话我可以这样， 4y 等于 5x 加23，所以 5x 减 4y 加23等于0， 5y 等于减 4x 加39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 4x 加 5y 减39等于0，好，就是这样。